柳木头也真就上当起身往本垒跑，但 Turner 马上一个回马枪触杀了傀儡不及的真木头，相当精彩。2022年5月23日，道奇跟费城人战入延长赛，四局下无人出局，费城人攻占二垒，轮到打者 Garrett Stubbs 左侧软落滚地球，游击手 Trey Turner 接到后传一垒已经来不及抓到 Stubbs， 二垒跑者 JT Realmuto 趁船往三垒冲，一垒手 Freddie Freeman 赶紧把球传给三垒手 Justin Turner， 只见 Turner 接到球后知道已经来不及。所以也不急着触杀，让打者知道球在他手上，而是顺势跨过打者往外野界外区跑。Realmuto 也真就上当起身往本垒跑，但 Turner 马上一个回马枪触杀了傀儡不及的真木头，相当精彩。回马枪。